好了，该来做个性格测验了，来好好记录你的分数哦，并在测验最后查看结果。一，请问你会喜欢捉弄别人吗？ A， 对呀，但是只有亲近的朋友啦，毕竟他们知道我没恶意的。 B， 不分对象，无时无刻。 C， 从来都嘛不会，因为我怕伤到他们的感受。 D， 只有在人家捉弄我的话才会。假如你挑了选项 A， 你刚赢得20分。假如你选了 B， 加40分进分数栏，那些选 C 的人赢得10分， D 价值30分。二，请问在这些动物之中，你跟哪一个是有共通性的呢？ A， 山狮，我也很高贵迅捷，而且啊，我总是能保护自己。 B， 可爱的小狗，我少了家人的话呢，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C， 袋鼠，我独一无二，而且你不可能可以轻易的就靠近我。 D， 变色龙，我能融入任何环境。所有的山狮都能够得到20分，内心有狗狗的人呢，可以加10分进总分。袋鼠得30分，而变色龙得到的是40分。三，假如你能够某天变成超级英雄的话呢，那么你会先做什么事情呢？ A， 拯救世界。 B， 环游世界，当超级英雄就可以飞，对吧？ C， 跟我最爱的名人见面。 D， 用我的超能力去变出我梦想中的财富吧。选项 A 为你带进30分， B 价值20， C 值10分， D 给你40分。四，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你的朋友们用你的梦幻车子带给你惊喜，请问这样子你会开心多久呢？ A， 一个星期，或许吧，直到欢喜淡去。 B， 永远，这真是终身难得的礼物。 C， 这又没什么，哪有那么简单就能够让我开心的。D， 我不会接受，这太贵重了，而且他们也懂的。假如你挑了 A 的话，那么请加20分到总分。假如你选了 B， 这个值10分， C 为你带进40分，而 D 的话呢，则是为你带来30分。五，请问你最爱的是哪一类的天后呢？ A， 沙滩天后，艳阳无云，热腾腾。 B， 我爱雪，下雪天的时候，无论是在外面玩或者是待在家里，我都嘛超快乐的。 C， 雨天，那声音能够让我平静下来。 D， 极端天气，暴风雪、龙卷风、沙尘暴，这些个东东，那可是能够让咱的生活更加刺激呢。如果你偏好阳光，加20分进分数栏。如果你是雪的粉丝，那么你就赚到10分。如果你是雨迷的话，你可以得到40分之多哦。喜爱极端气候的人呢，则是赚到30分。六，请问你会想要选择主演的是属于什么样的电影呢？ A， 戏剧，我知道怎么演，因为我就是戏呀。 B， 喜剧，我的幽默感和讽刺力，那可是很有帮助的。 C， 超级英雄电影，我甚至都已经知道我的超级英雄服会是什么样子呢。 D， 我想要主演警探电影，解开谜团。选项 A 的话能够为你带进20分，选 B 的话价值10分， C 为你带进30分，而 D 的话则是价值40分。七，请问你在重大场合之前通常是会有什么感觉呢？A， 既紧张又害怕，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失望。 B， 兴奋呐，我喜爱考验与成就自我。 C， 平静又专注，就是这样能够协助我百战百胜。 D， 感到一无是处，我总是觉得其他人才更有贡献。假如选项 A 是你的选择的话，那么你得10分。那你会宁可选 B 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值30分哦。 C 为你带进40分， D 则是价值20分。
8。试问你会想要把哪个活动从你的日常生活之中给好好的永远的抛开呢？ A. 洗头发的洗吹梳，这真是浪费时间。 B. 必须挑选服装，让机器人帮我做吧。 C. 煮饭，这肯定不是我的菜。 D. 清洁，毕竟东西总是太快又会乱成一团了。如果选项 A 听起来很中意的话，那么请给自己10分。假如 B 是你的选择的话，那你刚得了30分。要是你选了 C， 那么请加40分进分数栏里面吧。最后，如果你的选择是 D 的话，那么这将带给你20分。9，你最仰赖哪一个感官呢？ A 嗅觉，我甚至可以创造自己的香水呢。 B 听觉，我听得到某人在对街耳语。C 视觉，人家都马说我背后长眼睛。 D 味觉，他从来都没有让我感到失望过。假如你选嗅觉，那么你得40分，信任自己听觉的人则是可以得到10分。如果你有鹰眼，那就赏给自己20分吧。味觉呢，那么这个则是能够为你带进30分之多哦。10，你正在安排要跟你很喜欢的对象的第一次约会，这会是什么呢？ A. 我会把电影院或天文馆包场，只为了我俩。 B. 我会煮很炫的菜，并学习演奏乐器。 C. 我会带对方去玩密室逃脱，让他展现自己有多么聪明勇敢。 D. 哈，我才没在安排啥约会的嘞，其他人尽全力让我刮目相看吧。选项 A 能够带给你10分， B 能够给你30分，选项 C 则是价值20分。假如你挑选的是选项 D 的话，那么你的40分在此。11，假如你生气时，你都会做什么事情呢？ A 忽视所有的人事物，我需要时间好好的冷静下来。 B 读我最爱的书或是听音乐。 C 我会哭到不能自己，这样能够帮助我重启系统。D 重新好好的想一回，我得要了解究竟是什么会让我这么生气，以及要如何避免掉。选项 A 能够加进40分进分数栏里面，选项 B 给你30分，选项 C 则是价值10分。如果你选 D， 那么这个选项则是值20分。12，现在这是你的朋友的乔迁之喜伴聚会，请问你会带什么去呢？ A 食物或是其他实用的东西就行了。 B 我会写首诗或是做有趣的照片拼贴来表框，让这很值得纪念。 C 我会问他们新家需要什么东西没有。 D 什么也不带，有我在场，那可就是最佳礼物呢。要是你选了 A 的话，那么请给自己10分吧。如果是选了 B 的话，请加30分到自己的总分。如果是选了 C， 则是价值20分。而选项 D 的话，那么则是个40分的选项哦。13，你通常是什么时间上床睡觉的呢？ A 晚上10点，最晚11点，我要保持健康作息。 B 凌晨2点左右，然后大约下午2点起床。 C 睡觉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过。 D 晚上8点，我需要睡美容觉。健康睡的人得40分，夜猫子得30分，从来不睡的那些人则是赚到20分，早早去睡的人能够拿到10分。14，请问你觉得以下哪一个点子是真正的糟糕透顶呢？ A 此生再也不离开我的家乡。B 做所有的工作，并眼巴巴地看着其他人升迁。C 让别人帮我选发型，我就是无法选择我的发型。D 从不知道我的时程，我没有好的计划活不下去。那些挑选项 A 的人得30分，选项 B 值40分。C 的话能够带给你20分，选择 D 的话则是价值10分。15，挑一个你绝对穿不腻的颜色组合吧。
A. 黑与白，我就是经典。B. 灰与粉，既正式又能配上玩性的变化。C. 橘、紫、翡翠绿带点蓝，我打扮得很鲜艳。D. 条纹、圆点、螺旋花，重点又不是颜色，而是图案，好吗？要是你选了 A 选项，那么请加40分进自己的总分。如果你选的是 B 的话，那么这个选择为你带进10分。选项 C 带给你30分， D 则是价值20分。该来加总你的分数了。假如你最终得到的是150到230分这个区间的话呢，那么你的隐性超能力就是隐形术。你总是能顺利的从你不喜欢的场合消失掉。假如你不想要任何人在课堂上或商务会议上注意到你的话呢，那么他们绝对看不到你。你拿到的是介于240分到330分的区间吗？恭喜，你的超能力是飞行。你做事啊，那可是比其他人都还要更快的多了。有时候人家会请你分享同时分身两地的秘密，你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处从来都不迟到，你总是第一个尝试新流行或是参观新地方的人儿。要是你得到的是340到420分的话，那么你是超级脑，你是位数一数二聪明的人，你能在几秒之内就想出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当人生变得太容易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感到很无聊。你有绝佳的幽默感与讽刺力，你喜欢计划事情，而且你的计划总是行得通哦。那些得到分数介于430到510分的人们，你们有读心术的超能力呢。你的朋友很多，也很容易交到新朋友，你总是感觉得到他们有哪里不对劲，而且完全知道要怎么帮忙才正确。如果你有意愿的话，也能让其他人改变心意。假如你最后的总分是520分以上的话呢，那么你是台吸钱机，你永远花不完。你一意识到你要更多钱，你就会找到机会让钱潮涌向你。你知道怎么存，也懂得怎么花。顺带一提，我的410分